向南，吃吧，别想别的了啊。我没想别的。先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向南，本来我不想说的。要有事儿你就快说，你要不说我就不吃。你先把它喝了，我再说。更对不起咱们女儿，是别人给我下套，这也不怪别人，还是怪我自己不检点。我对不起你，办了那么多傻事，办了那么多蠢事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知道，大家这段时间很辛苦。可是为了破案，大家还是要提起精神啊！是，宋队，我们赶紧时间干，好快点回家。这就对了。小李啊，刚刚接到任务，你得跟我去一下。
搜索一下证据。好。喂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师傅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呢是从乡下来的，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值钱的，可以换点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走走，走走，赶紧走。价值东西了吗？我找到了一些东西，你们看。哎，是发现了这么一本麻烦，没有留下任何别的残留。虽然这件衬衫已经洗过，但是还能看出留下了两处血迹。你现在过来换一下。嗯。我到外面去。好。一凡，我们必须得出手了。嗯。咱们现在先对司马向南布控，然后同时向局里汇报一凡的逃跑。宋队，哎，你马上带人去布控。一凡，咱们两个去局里汇报，咱分头行动。好。司马向南具有杀人嫌疑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。证据面前，谁都救不了。我们对嫌疑人已经开始布控了，立即拘审司马向南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怎么这么快？你事先就没得到一点消息？任何人破坏我们的计划，我马上找人处理掉他。我该做什么？按兵不动，等我的安排。我呀，我来太晚了，不敢打扰你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。明浩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我不来这里，我去哪里啊？可姐都来好几次了，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太忙了，真的很忙，对不起。明浩，你要是有什么顾虑，我们就先不结婚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既然想好了，就不会再有顾虑了。啊！
山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可凶手还没抓到呢，我姐夫他们正在查。出国的时候，李山妹还来送过，可没想到回来。头都没了，子宫还被人挖了出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别说了，啊，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陈秘书伤势严重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但司马市长还好，你脱离危险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啊，两位局长，交警部门证实是有人在司马向南副市长的车里面动了手脚，刹车失灵，造成这起车祸。有什么？你是批评我的工作拖拉？啊，过去。那倒不是，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现在必须24小时监控。是。妈，给我点钱呗。不是给过你钱了吗？今天司马娇娇过生日，我得给她买生日礼物。那个副市长的女儿啊，嗯，人家可阔了，你得给我多给点啊。多给多少是多啊？妈，求求你了嘛，你就多给点嘛。嗯，我考虑一下吧。嗯。司马市长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杀害李山妹的事实，目前正准备拘捕你。是现在吗？等你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吧。我的家人知道我病在这儿吗？还没有通知你家属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搜捕你所住过的别墅。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你们能不能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和精力满足你的要求。谢谢。等我给女儿过完生日，我就跟你们走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哎呦，来喽！哎，老婆，嗯，你尝尝我做的奶油蛋糕怎么样？嗨，你做的都好吃，你看做的多漂亮，一看就有食欲。多高兴啊！是，哎呀，把他那个梦幻组合的小伙伴们全都请得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觉得娇娇现在重点应该还是放在学习上，当演员我不太赞成。他哪能听我的呀？他呀跟你一个脾气。哎。哟。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。来，把他们叫下来吧。娇娇，请你们的小朋友下来入席吧。好啊，来，入席了。来吧，孩子们，快来，快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来，娇娇，一会儿一定要多吃点啊。娇娇，你太幸福了。有手艺了，我爸爸干什么都行，这是我爸爸的杰作。孩子们，很高兴你们能参加我女儿娇娇的生日聚会。在这里呢，我代表娇娇的妈妈，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深深的谢意。叔叔，你太棒了！我爸爸只会炒个鸡蛋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不能要啊。我强烈要求我妈给我换个爸爸，换吧，我支持。我要换成叔叔这样的，不好找啊。我负责给你们布置一个山寨版吧，成吗？成。哎，这是啥味道啊？哎，莹莹怎么来了？刚才已经有两个女孩进去了，她们是同学吗？应该是。娇娇，娇娇，饮料。吃啊。娇，又来了。欢迎我们的领导隆重出场。娇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来，坐。啊。来，给我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娇娇，你家门口挺多人的，不知道是干嘛的呀？应该是搞装修的吧。娇娇，你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到齐了？嗯。开了。国君来电话了，让咱们立刻带走司马向南。不着急，他跑不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
胡俊，这谁过生日啊？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好，来点上蜡烛，再叫来许个愿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生，许个愿吧。啊，你们先去啊，我去看看谁。啊，好。来来来，点蜡烛啊。 我恳求你们，能不能让我给女儿过完生日，顺便给他们走？我不希望当着他们同学的面把我带走。好吧，抓紧点时间，我们在外边等你。让你的家人也尽快离开这个别墅。理由你自己想吧。 好了吗？切好了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吹蜡烛。来来来，三二一。学完药了。爸爸，你别压着我的胳膊，我都没法切蛋糕了。 妈妈，切了啊！好，来，给我个盘子。一凡，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他这会儿要畏罪自杀了，或者潜逃了，我们可负不起这责任啊！哼，他死不了。他如果想死的话，早就死了。 想跑也早就跑了。他现在还能那么沉着，就说明他对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意识到。而且啊，咱们在办案的时候，也不能因为自己办案去伤害孩子的心灵。你们还等什么？ 他很在乎自己女儿，让他跟家人多待一会儿吧。来，再拿个盘子来。谢谢。好。哎，你们吃啊。 上那个车，等等。
是因为急事儿出去的。对了，他在 KTV 订了个豪华包间，待会儿我带大家去唱卡拉 OK 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同学们赶紧吃啊，一会儿咱们去 KTV 唱歌。对，快吃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刑侦支队长张德辉，我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您的女儿不要离开本市，随时听候警方的传唤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林叔叔，来，梅炮，坐。好，您找我，咖啡要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司马向南出事了，我知道了。他杀了酒店经理李山梅。司马向南一出事，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。那能不能甩掉那些麻烦的部分？哎，你们的资金赶快进账，全部到位了。好，办得漂亮。明浩，你要处处小心呐。你也是，药厂的事儿您就费心了。司马向南倒下了，估计是困难的事。张队，嗯，好，你还原。是。监狱。
来，高队。司马向南预示刺官凤栖的血迹和李山妹的相同的，还有他那个领带和衬衣上的血型也是吻合的。李山妹是我杀的。你为什么要杀李山妹？她敲诈我，还要杀死我。那李山妹知道你有很多钱？我没有钱，我更没有那么多钱给她。她还恐吓我，杀我女儿。我担心她真的能干，所以吃一个吧。来，半夜三更的，我不想吃。我现在呢是说不吃饿了。哎，你老婆怀孕的时候特馋吧？山妹，咱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要老提我老婆，你觉得这儿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哎，你老婆怀孕的时候，把你折腾够呛吧？一天在五顿小灶吧？哎，可是我怀孕，去流产就打发了。就算流产，也要让暂时不见天日的孩子吃上几顿饱饭吧。哎，可怜的孩子呀！没有人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包括我这个妈妈。山妹，不就是一个人工流产？那做流产的女人多了，你至于吗？别老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演戏啊，够烦的。看腻了是吧？我还演腻了呢，凭什么就得我一个人扛着难过呀？吃了，不活了，你也别好过。别吃了啊！这个玩意儿晚上吃多了，对背不好，你会睡不着觉。听我的，洗个澡，早点睡。你今天不走了？你看你今天这情绪这么激动，我哪敢走？别，你还是走吧，别打断你的习惯。走的时候给我把门关好。山妹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五爷啊，您累了吧？还好还好，辛苦了，回家休息一下。我还好，你注意啊。嗯，我先回去。好。
司徒先生，我们掌握了你有关罪证，希望你交代出你以前所做的一切。你们不要难为我老婆，我做的事情她一切都不知道。她是个好女人。既然你老婆是一个好女人，你还包养二奶。 男人嘛，有点权。现在想想，该怎么办？棺材板上多一个钉子，少一个钉子，我没办法。无所谓，我累，我太累了。早点进棺材，我就早点能解脱了。司马湘南。 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其他没交代的？没有什么了，走吧。 司马向南一定是认为，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判他死刑了，所以黑社会保护伞的事儿，他只字没提。一个曾经的文弱书生，应该做不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。都死刑了，还撑着啊？ 哎，李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请坐，请坐。去给我准备一包点。啊，李总这边请。啊，李总，你请。我的。坐。杀害沙妹的凶手找到了。 这回可以还我清白了吧？班长，我根本就没怀疑你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就算我不举报司马向南，他也跑不了。那他的这是你给？对，是我。有人给我报信儿，我又需要这样的机会。可惜这小子命大。 你知道吗？我都怀疑他不只害了我妹妹一个人。江湖险恶，做事情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山哥，等我杀了司马湘南，我就离开这儿。行，到时候我来给你安排。 身上没事儿，哎，能进站了吗？正在搞攻心战呢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还能坚持得住吗？度日如年啊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说实话，在这里边的一天啊，比在外边的一年都漫长。这个地方啊，我是一分钟都再也不想多待了。 有什么办法呢？咱有任务啊。再坚持一下。嗯，你放心，能坚持得住。吃点苦呗。哎，你说像我这样出去了以后能省点职吧？你小子到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在这耍贫嘴呢？是不是受伤？告诉你啊，抓紧时间把线索找出来，安安全全的给我滚出来，听见没有？
吴头女尸的案子已经破了，是吗？凶手是谁呀？司马湘南。啊？怎么是他呀？怎么了？他跟我养父是好朋友啊。你养父是谁啊？毕世昭啊。毕世昭。相信风雨中。